在最新《长歌行》的花絮中，迪丽热巴说不要为了让男生公主抱减肥，很赞同热巴的观点呀。不过你也要好好吃饭，照顾好身体。有一说一，迪丽热巴在这部剧中的表现不错，代入感很强。《长歌行》这部电视剧可谓是热播，其中由迪丽热巴和吴磊为主演。而要说起迪丽热巴，也是演技精湛，而且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，每次活动露面打扮也是必然受到大众的关注。除了演技高之外，迪丽热巴也因为自己的性感造型受到夸赞，也是得到了大众认可，也是惊艳了众人。不愧是娱乐圈天生丽质的美女，她的形象也是更具女人魅力。拥有着高颜值的迪丽热巴也是能够轻松驾驭各种妆容，同时她的好身材也是令人羡慕不已，有一种风情万种的感觉，也是让她的好身材大秀出来。尤其是锁骨线条非常迷人，再加上曲线的身材前凸后翘，白皙的皮肤也是更加的迷人，迪丽热巴可谓是娱乐圈的宠儿。当然她的身材之所以这样迷人，也源于她日常坚持不懈的锻炼。期待以后有更多优秀作品。